能继续聊天。那个林主任哦，你现在还是在图书馆吗？在的。他在，按你呢？我在那个昌平参加平凡秀。那个，你现在，就是说，每天要打一个小时乒乓球。啊，你有没有跟我们卫生所的小姐在联系？差不多几乎每个月都有。都有去你那边喝咖啡，对不对？也喝咖啡。他在我们吉隆啊，吉隆村啊，现在是吉隆里啊。何主任赞。我们的林兆平主任赞。你是林，你是他大名是啦，洪主任，洪什么大名？洪世坚啊，赞。